哎，一起吃啊！好啊。是来了没？我已经打电话在催了。真的被对方看到？不用怕，又不是只有我们在叫。我这礼拜外食已经被抓两次了，再被抓我就死定了啦。你爱吃又爱叫，又怕被教官抓。快点看他来了没啦？来了来了来了！哎，教官来了。李轩在减肥啊，不用客气啊，帮你分担一点饭啊，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，真的不用客气。我跟你是兄弟，排骨不会不分我吧？哇，你吃这什么面？面哪一点？面哪一点？哦，还有卤蛋，哇，鸡腿，哇，就决定是你的哦，我应该还可以吧？走，吃饭。今天下午是上什么课啊？是地理课，是不是那个很帅的那个男老师？对对对。开心哦！你怎么每次吃饭时间都在吃零食啊？哎，甜食很好吃，好不好？你们知道吗？饭啊都是淀粉，难怪会那么胖。啊，太多了，省一点好了。我们不一样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。